有人表示，东海表示想要追你，哎，追谁？追你啊！嘴闭嘴哦！东海讲话，东海讲话，东海这边装野搞。他密评嘴不赢我，现在用那个 Skype 公式了。哎、欸，尾鱼，那个我刚讲要看你来看有没有像这样。东海你在吗？东海。这样我要一人分饰两角，很累。那是什么东西啦？哟，出来了，正版东海，正版废物，正版，废物，不要吵，你这个061，什么061？那个柯佳斯上路啊，那个霸气，爽戳你啊，怎样？爽戳你啊，操！不要吵啦，你这个非爱，妈的，那你就爽戳你，我看到你就想戳你，怎样？好棒、哦！两、个声音真的有点像哎、欸，他就学我、欸。兄弟不要吵架、啊，得学你啊！我才是正版的，好不好？妈的！哎，这个应该嘛？你看一下，都这么大了，还这么屁？哪有屁啊？你最屁了！我都分不清来谁是谁啊！啊，要玩 AD 哦，不太想玩 AD 哎、欸。是不是？你看那边有人密我说，那你看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他说他认识你。什么东西？在哪边看的啊？该逼啊！怎么看？这个左下角不是有个显示即时讯息？你按一下就有了。我不会用啊！要帮你念出来吗？啊？谁啊？名字直接密我啊！你直接密我比较快。啊？我们声音真的很像吗？还好吧。屁啊！东海声音比我屁好不好？那、啊、你最屁，你他妈的国中生还高中生啊？你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啊？三十了啦！三十，鸡巴啦，三十，麦好小、哦。你的哦，那个白痴哦，欸、我要删他好友了。啊，活该啊，关我屁事啊！再加加我一次啊，他又没有再加。他说他都要加了。龟狗是谁啊？龟狗是你哦、喔。好、哦，大家。不小心删掉就不小心删掉啊，又怎样？我觉得东海今天声音怎么比较低沉一点呢、啊？今天打球比较累吧。我们这边有两个战果啊。两个我吗？哦，谁啊？又要输了，哎、欸，你知道我在韩服镇遇到一堆戳王、欸，哎，不是挂王就是断线，不然就是戳。快点啦，用磕攻击他们啦！什么磕？就那个、啊、那个符号啊，笑脸、啊，哈哈哈哈，那个、啊、会一直哈啦，哈哈哈哈，这样。龟狗，为什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哪个混账开始翻译的。啊，也好啦，其实也蛮好听的。你只会玩饭哦？谁都会啊，这个整排饭啊，那、啊、就玩一下吧。你还不是只会肥猪而已，敢讲我？操妈妈，我嘉文超猛，你是智障哦？还是总裁帮你取的？嘉文猛个屁啊！敢超猛，干我昨天就是非爱爽戳你怎样？你那个肥猪起码还有那个神奇闪现。你这个嘉文，妈的嘞，进塔自杀、啊，先戳再放旗子。干东海，没有那个什么英雄联盟100多只角色。哎、欸，他怎么带清晰跟鬼步啊？哎呦，哎、欸，统神学你啊，受不了。统神的啦。啊，他就来戳的、啊。好啦，继续玩的啦。你带统神，哎、欸，东海掉啦。东海，你今天声音真的比较低耶、欸，你今天声音比平常低很多哎、欸。跳跳打战队，他在学我没？他跳出来打、啊，跳出来打战队啦！哦，他下队了，换回来了。哎、欸，还开始哦？
统神，你不怕掉分啊？我这个人不跳的、啊，管你怎么样，真的、啊，我有一场五个中路我都没跳、啊。那你嘴炮啊？哎、欸，他后面闪现点蓝了、啊，他吓你耶！我好怕哦。嘿嘿。东海，你声音拉高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像。东海，你拉高一点。对，那我拉高一点。我干嘛拉高一点？我声音就这样，我干嘛拉高一点？欸、我干嘛为了他拉高？对啊，我没有东海哦。对，我也要睡。我们现在有几个啊？哎、欸，我们现在有几个？反正我们这些人都不睡的。我们可以再东海跟打一场。那个 Sweet Camper 还有谁？毛在不在？我在打 NG。好，那你那你这样，那你这样，你这样准备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加我四个，我们还差一个。为什么不给我打、啊？我不要睡了啦！随便加改运哥可以啦。啊，他要睡就给他睡，哪有差、啊哦？也不差他一个废物啊！各种被屌压、啊，怎么被屌压、啊？我没什么出现过。哎、欸，杰西卡的，直接从你爸房间把你爸惊了、欸，给我玩电脑、哦。杰西卡不是要打吗？在他家。哥、欸，我想看，我想看改运哥玩小游戏、欸。好，我们等等打个两场啊，打个两场就睡。打个两场。喂，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神 AD 好不好？神 AD， 你 AD 不是只会尾刀吗？什么 AD 尾刀 ？AP 也尾刀 ，AD 也尾刀，什么都尾刀，哪有那么会尾？再叫我啊，我先旁边躺一下。叫得起来吗？五个单眼的战队，先把杰西卡已经掉钻二了，你看不到了。杰西卡掉钻二。对啊，我昨天说，他就只会犯哎、欸。杰西卡也只会犯，龟狗也只会犯，干只会犯就专门掉分哦。他们，杰西卡又回来了，有点猛，还是我看错了？杰西卡这么说，你这样说，什么？你要说，你要说杰西卡不会犯啊？下礼拜就怕坏了。不用，我昨天跟他讲说，哎、欸，你快点打分，你快点打啦，我看你掉钻了，掉就真的掉。我们这个战队到底有几个犯神啊？我一个而已啊，这个杰西卡旁边插花、啊。犯我才玩没几天啊，对啊，我钻石。你说伊利神，我还那个没话讲。我是上钻石我都没玩过饭，是最近才开始玩。最近才开始搓啊，因为打低端玩饭玩出心得，一个打五个。那个黑鸡。哎，我们现在这个 Skype 已经聚集了五个钻石啊，那可惜 Jessica 掉钻石了，不然就五个钻石一。不要在那边靠腰啊！你还不是自己掉下去，才今天刚上来就一直那个说这个强调这个重点，你吹捧自己啊！不要比我画人口短你哦！对啊，实力大家都知道啊！我说33分，你才0分而已嘛！怎么这么多嘴炮啊？看这个嘴炮团哦！我问你啊，对，是屁孩啊，东海，你30岁的时候会乱嘴炮吗？不会嘛！现在年轻的时候不多嘴一点，谁受得了？呀，有没有？现在年轻屁一点、欸，多嘴一点。哎、欸，他妈这个什么西海的，他到底是几岁啊？好烦哦！高二啊，高二，高一升高二啊，赶紧屁事啊，乡巴佬！我差点把他的蓝 buff 打死哎、欸！我的那个挑东西，差点把他蓝 buff 打死。哎、欸欸，可是我觉得你声音比较像那个 UDJ。UDJ， 我是谁？这个 UDJ 的声音是怎样？哎、欸，该不会身材也一样吧？屁小啦，三色三小啦，而已，185公分呢、欸，不要这样说我好不好？谁185？你185？有啊，你这副德行185？妈的，我不怪我，整天坐在电脑前能185，你那个打篮球打得跟狗一样，还是170？啊，你体重，我他妈体重也破百啊？没有破百。不要伤害，你不要伤害在开始碰人啊！等一下耗人口短你。我说你，我没有说他们。啊，有一些是在那个嘴炮什么啦、啊？有180一定有的啊！哎、欸、呀、啊，你住哪？住哎，就是不敢讲哦，不敢讲，你怕我？你不要嘴炮，怎样？怕我教你们怎么玩 AD 好不好？不敢讲哦。哎、欸，我们先看统神如何戳人啊！等下再查。我戳人，我操！我他妈凯特你超级神猛啊！我凯特已经强多了。你好意思？啊，不然单挑啊！你等下单挑一场。啊不准了！有一点后路走啊。屁孩做导弹挑的。你在说小鸡鸡啊？
小鸡鸡，小鸡鸡笑死了那场。干小鸡鸡今天开分身跟我爬、啊，干有够烂的、啊。小鸡鸡跟杰西卡单挑哎、欸，他被我打爆哎、欸。对啊，我们上来了，他三场哎、欸，三花，你们怎么怼到小鸡鸡去了？你要帮他护航哦、啊！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这尾鱼帮护。谁不在就嘴谁啊！最烂的那边嘴。什么东西啊？什么？他一直吹捧自己啊！尾鱼新装吹捧王啊！新装吹捧王。哎、欸，不过包好漂亮啊！尾鱼有点扯啊，代打哦，打一堆智障。你付那个机器人多少钱啊？让他踩你陷阱。没机器人你养的、喔，看，连韩服都能收买，你也很厉害、啊。对啊，真是个人才、啊，中国是万能、啊。连韩国人你都可以收买，你到底花多少吃狗粮啊？你只打那个磕，然后他就那个，他就开心了，他就。你在干嘛？哎、欸，你是狗，在那边喘气。你是狗，像跟东海的图片一样啦，一样。好像，你好像我家的狗。哎、欸，对啊，哎、欸、你，哎、欸、你刚才好像、喔，好像哦、喔，刚我家狗叫小八，你叫小九啊？小八，叫小九啊？你就叫马小九啦。小三啦、啊，以后你就叫马小九，好，不要嘴了，你就叫马小九。小八、喔，小九。哎、欸，这蒙多怎么在中间吃冰啊？这蒙多来搓的哦、喔，看不出来哦、喔。哪只没魔方推冰，你懂？哎、欸，东海，你家的狗很不满哦、喔，他怎么可能叫马小九嘛？哎、欸，对啊，这雷是来送头的啦。欸、为什么你 SK 叫马小九？对啊，你不是张家航吗？对啊，对啊，爽，光可爱啊！那你说不？那你说不要那个马倩，那个陈倩扁？看你国民党的哦。小声一点啦、啊！我在野党的啦，关我屌事哦！有党证的，不要乱嘴炮，小心当冲抓起来。等一下，你要被关。要被检举，明天就被锁账号。妈、啊，有马英九当后台，关屁关哦、喔！放出来，等下，不要讲政治啊！等一下施加压力的歌呀、啊！挖洞没有跳啊，你在雷哦、喔！你不要，哎、欸，你这种屁孩就是很容易这样。哎、欸，蒙多怎么来吓唬我啦？你好瘦啊，到压力啊！看他的蒙多嘞。蒙多是对哦，蒙多来雷的、啊。跟他讲拜你拜托啊！哎、欸，哎、欸，是吧？这是个速推加油站是吧？干，不是，我觉得这蒙多是红粉啊。哎、欸，这蒙多，真的，先买经典，他在买蒙多啊。你完了，你完了，你走位，拜拜。哎、欸，你的 AD 怎么走位走成这样？你为什么不射机器人？机器人射加油。哎呦，老这么贵啊！真的假的？风筝，风筝，风筝！哎呀，哎哎，要踩陷阱了！风筝他，心理心快死了，你可不可以弄他？你到底是他？欸、他可能觉得你有希望哎、欸，他没有要动手哎、欸，他可能觉得你有希望。哎、欸，同学，你哪里说韩服观念很好？他们观念名就超不好的。他们名就要搓啊，是吧？不管个屁观念，那蒙多根本就要搓啊！干，看那蒙多，这蒙多，哎呦哎呦！还有一个回家吃冰，但、啊、他会不会是王者无敌啊？哇，有可能啊！这蒙多打哪里？这蒙多打飞机啊、哦？哎，这蒙多有观念，他速推流好不好？对，速推流你没玩过？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嘴、欸。可是他不是，他不是江狗哎，他是速推流啊！你们不要在那边话冷口短、啊欸。他不是江狗，他是上路哎、欸，他上路没人走哎、欸。不要吵，你们不要吵，这个叫什么流？你知道吗？叫下山流。下路三个都好笑哦，好笑哎、欸，还逆 U 哎，干，哇、哦，好强、哦，专业一点啊！哇，这个人，我这个换位，先一个速推，这个换位你会后悔啊！蒙多马上要去送了，大家要跑去上路，你看他回来啦，他要回来了，我跟你讲，哎、欸，真的速推流很强哎、欸，他真的要回来啊！哎、欸，他不要跑去上路走，他上路走哎。白痴，你的名字有台湾，他想搓了啦！哎、欸、哎，是不是他刚才喊 AD， 然后没抢到 AD？ 他、啊、有可能，我觉得。没有吧？应该是中路吧，不然他刚才送中路头，不送下路。
蛮在输腿是不是？这个蒙多蛮超屌的、啊。蒙多是 SB 哦，谁说他他就跟着谁。哇，你看这招什么？哎，这蒙多爱上你了，灵儿。灵儿，其实他是新魔哥啊，只是他不想讲而已。小娃，一定是你抢他 AD 啊！他来喽，小娃，小娃，这个鲁钦的不？真的，你不觉得他有病吗？整天在小娃，看小娃。我跟你讲啊，我刚刚那个我单排撞到他，他都完全不讲话，然后对、啊、他就不讲话，然后他就偶尔、啊、对，心魔啊，他偶尔就嘴炮说，哦，下路爆了，下路又爆了，这样子哎，他遇到小娃整个就不一样啊，啊在跟统神同队，哎、欸、小娃又是你，看我就知道这蒙多在干嘛啦，他在玩养猪流啊，养猪流没有、欸、他不买装备、欸、他。他的一双鞋跟两颗蛋蛋走进场，对、欸、不对？他一个人拖出两个人，买装哎，他一个拖两个哎、欸，真的太强了、啊。一个拖两个，蒙多里面最强的一个，他心理解，他一个人拖两个哎、欸，然后你们就说、啊，然后你们在拆塔杀他们队友。哎、欸，这个蒙多太强了，这个太强了。蒙多，这蒙多比那个打野刀上路还猛啊！韩国人果然都是不同凡响啊，韩国人都是奇才啊。难怪今天完全想不到啊！看人家白白被埋掉一条路啊，有点猛。心动小伙子打一下 WE， 对啊，然后我们输 WE， 然后 DPS 都要很夸张哎。对，他们应该真的蛮夸张的。干嘛？他们应该超夸张哎，说不定 WE 是故意的。哎，我很少看微笑玩酷奇哎，我觉得他酷奇真的超猛的。又来酷奇啊！他的酷奇超猛，酷奇那现在什么时代还有酷奇哦？啊，对啊，他你有看到 S 的眼泪？你有看到他 S2 的酷奇啊？出神哇！好我一点啦、啊！不要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吹捧好不好？我们的那个你才在吹捧吧？你说你是 Temper 捧自己啊？他 Temper 的酷奇出香如画，不行哦，我没脱魔机开，这样这样接接的好一点啊。这样狙不死，没有死，他可能有方盾吧。想当初、那個、没有啊，光盾光掉了，270几滴，这样狙不死。看他不是明明320几点伤害。啊你啊不用扣物防啊，不会先 Q 在啊？好、啊，你不会先 Q 在啊？你会不会啊？会不会？我教你。我想凯特怎么会啊？哎、欸，士兵有点少哎、欸，被浓多点光了。速推流，你在说、哦、速推流是谁啊？需要什么士兵啊？当然是一直速推啊。哎、欸，你到底是不是赚一了？没样啊，真的吧？是买分啊！我只是想想而已，不要这样凶攻击我好不好？很痛的。哎、欸，他两个人头哎、欸，十一分钟两个人头哎、欸。你是谁？你呀、啊，不然谁？你们有两个人头，怎样的啦？然后又速推，很强、欸。小地图超多眼的、欸，反正如果后面又超专业的。哎、欸，搞不好是蒙多杀的。蒙多是一个速推，然后神游放眼流。对，他速推。等一下，你看他买什么装？你看他买什么装？你现在看他买什么？没有装啊，就一个茄子加两个蛋蛋啊。蛋蛋流啊，哇！心理解啊，蛋蛋流。他打五颗蛋啊。他是电脑、喔，电脑来打的、喔。哎、欸，去推上路了啦。我知道啊。哎、欸，学一下，以后说不定大三会用啊，学一下。哎、欸，你看那每个人提手都两颗蛋蛋，你看那你出的什么装？啊？哎、欸，讲真的，我就觉得你声音超像 UDJ 的、欸。哎呀，没办法。哎、欸，你 CS 屌呀 ，AD 36只。怎样啊？你又不满跟我爸妈讲、欸？哎、欸，你不要怪到爸妈好不好？明明就你自己的问题。对没，一样啦。家弟妹现在看到他触逼，他十六年前要这样怪我，放我要揍他们吗？啊！哎、欸，为什么卡大丁69 CS 雷兹只有31啊？哎、啊，蒙多刚一送一颗头啊！哦，我很强哎、欸，到处神游，到处放眼，保持对我的视野，然后再速推，然后再养猪拖三个人，这太强啦、啊！这里已经好猛哦、喔！哎、欸，他送回来给你射，很爽。阿古尼，哇，统神一个双杀，好猛哦、喔！弯刀点不到那个里面，好奇怪。弯刀很快。凯特出弯刀是有个毛哦、喔。弯
你不知道捅什么 ADC 不知道什么，他每一只都捅、啊，他每一只都要出弯刀啊，大叔也出弯刀，真有病啊！你讲啦，啊也是啊，听你解吧，他想要享受接地的快感啊，对啊，不多按一个不爽啊，怎么样？没有。他是怕死，赶快有陨落比较好跑。哎呦哎呦哎呦！这、哎、Q 那个反枪有点帅哦。干，你找微笑代打啊、哦！微笑现在好，就是你不要只会在旁边笑，其实你根本没在打。对、啊，你是不是不配音啊？对啊，你在旁边笑两下，其实都是别人在玩。妈的，又是一个声优。要不是要推上路啊？你怎么回来了？啊，上路有肾啊，烦死了！但你手那么长，你还怕肾？哈哈哈哈哈！被打去洗肾哦！哎呦，卡丁哎、欸，这卡丁是放水啊、哦！这卡丁放水哎、欸！快点弯刀他、啊，大哥弯刀他、啊！我怒一堆的大瓦，哎、欸、哎、欸，不行啊！放你们狙了，你们还是放错。好近啊，还有狙人哦！要擦地啊！围炉啊！人多人，哎、欸，你中中，哎、欸，来，蒙托来了，哎、欸，他买装啊！他买什么？我天啊！喂，蒙多带两个蛋蛋给我啊！喂，哦。蒙多买装是吧？哦，太好战了！给我一个神闪现，什么屁都没弄到。哎、欸，超痛的，送头。在打这个，可能是要打什么啊？超好笑！哎、欸，这雷击超烂的、欸。好爽哦、喔！他比帕克都要死。雷击超烂的，这么多超强的。这个蒙多，这个高段也不是，低段也不是这样戳啊，戳还那么有特色。那我下次遇到那个买两个盖，我就这样出蒙多。哎、欸，你不要抢人家 AD， 不要这么蒙多出五阶耗战者啊！全他妈就是三耗战者啊，各种回血啊！跟那 S2 的打法吧。哦，他那个 S2 他那个回血可以叠啊，就出耗战，然后三一件自然之力。啊，对。干真，热色屌哎、欸，蒙多 S2。蒙多 S2 中期还被评为热色屌，是后期才有那个蒙多江狗出现的、啊。强哦，你好强哦！哇，心理姐，啊你不要睡觉，啊你不要睡觉，屁孩，屁孩，赶快去睡觉、啊！我都快去睡觉了。对，一个比我大一个一岁，一个跟我同年的。那你比我还是比你老啦？对。啊，等一下被妈妈骂。就是，可是你说要睡觉的啊！我你要长不高，长耳哦。哎，对啊，哎，你们两个真的好笑。出了反耳哦。哎，你几公分？哎。尾鱼啊，对啊，尾鱼150啊，抽抽尾鱼。难吃死啊！我176，我18，你18，给我30死哎！啊，尾鱼八嘞，人家176屌压你啊！我是要讲什么啊？人家屌压了快十倍了，你知道吗？尾鱼，你这八，我就说，我不清楚哎，那都该讲出来啊！哎、欸，我现在是不太知道你们到底是动画在讲还是这个在讲话、欸。哎、欸，尾鱼，你那个。东森，在花钱啦！要输了啦！东森，你是包就一直买了15分钟，后面就开始。在哪下班的？在花家在买全套的啊，做戏份做半套。反正输号就领薪水了，半夜要加钱哦。人家半夜要加钱吗？不然那个打手会累啊。一般时薪比较多。好的，对面突然对你出了加钱不爽啊，开始认真了。哦。你没有闪现，没有光柱，要怎么打、啊？好的，那全部交钱兵跟你说，你的钱已经弄完了，还要再出啊？啊！没有狙到啊！啊！刚才陨落王者那么难丢啊，我在台服下应该都丢得到。你买都不丢，你都不要买。点不到人啊！我点那卡到已经点不到。
이일에적합한물건이있죠怎么突然那么安静？突然就不好笑了。有什么要打？有什么要打？对啊，那有什么打？到底要打？你们不是五个吗？你们打。那维宇，你到底要不要去睡啊？你们有谁可以开牌？你们五个打，我等等看啊。看屁哦！就缺人，然后你在那边看三小啦。到底是谁约的啊？你在那边？队长要输，那他根本才能逆转啊！逆转！你就多付点钱就可以逆转了。妈打！你要输吗？你玩那得一只啊！妈打就对了没？吃屎比较快啊！完全正确啊！对啊！哦，原来吃屎就会赢啊！那同人吃了多少？啊，一看就没吃啊，不然怎么会输？조사해보도록하죠为什么打个吃屎给我们讲五分钟还多人在抓我刚刚那闪现有点没意义啊他好像又没闪了碰茶你就是个二啊你还要讲什么人家抢平路咱们抢人家 AD 然后又完成这样他也是你就抢别人 AD 然后钱又付这么少他当然会生气啦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哎蒙多单杀胜哎等一下我就说他是个高手了对啊有点猛哎、欸、那个肾超级肥他还可以单杀他哎、欸欸、要逆转啊蒙多蛋蛋流哎、欸、超猛因为我觉得肾是故意给他杀因为蒙多是那蒙多刚才去付钱啊这两颗治疗毛是吧蒙多想杀人就杀人哎、欸欸、你爱一出来你就天下他想去哪就去哪那个去你家用血然后跑成跑进吧就只能有两颗哎呦死啦你弄完整丢不能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被沉默啊丢屁啊哦沉默不能丢你弄完整废话不可以、啊、沉默道具跟召唤的技能都不能放来哎你有没有调智能？只能放进化而已啦。你有调智能思考啊？看那个道具。你有调、哦？有啊，我道具会调智能思考。那你按键呢？全部都智能思考啊！哎、啊，有些角度没有。好、哦，雷兹来炸人了！对啊，因为你这种低能我都没了解了。雷兹二十一分钟了，他还没时光哎、欸。哎、欸，他为什么每次进场都要闪现？我怎么知道？比较帅啊。但我敲得比较快一些。哎、欸，蒙多超猛的、欸！哎、欸，龟狗。啊？有人说，哎、欸，你高二有没有被打过？干，我们没打别人不错，还打我？哦、不要在那边。怎么会被打、啊？我不是做了那么奇葩呀、啊？干。还好吧。为什么要叫龟狗啊？我不知道啊。啊，就是狗啊。我哪个是 B 二区的、啊？你没有听到他刚才在那个学狗在那边喘气？哎、欸，好像有点中肯哎、欸。那为什么要叫龟？操，这卡大丁真是他妈的有够奇怪的。滚！来，先不要互呛啊！要呛的话，毛都全部指向统神就好了。为什么要指向同城？你要讲助理，现在我梗了，先要泡你耶！操，这卡丁要怎么打？卡丁各种屌打，十二杀五死十助攻啊！哎、欸，蒙多还嘲讽哦，我赶快出武器，我赶快出魔防啦！蒙多打一打五啊！哎、欸，蒙多超猛的、啊，一个追五啊！哎、欸，他 CS 有95比雷兹还多哎，他看一上路吃啊！不加吗？是不是嘞？看蒙多有点强。他装备是有冲过、哦，蒙多一打三呢、欸，压死好战。乌塔比帕克掉死你啦！压死菜刀，压死胖子。
啊，单机又被抓。单机狗，单机又被抓。欸，这个就是没有关那个爱单机。那跟匿名一样。你不就跟那个什么 VIB 一样？自己死还要拖夜去。对吧？你有没有心对？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蒙多超 carry 的，欸，你要输了还在那边 carry， 这块爆炸了 carry， 要赢要输都看他，他耍赖了啊！投投了，投了，啊被蒸发，这卡已经肥了，你们可以投了。你要暗讽哦！你显卡是坏掉，一直黑的。我买个魔房啊，没钱啊！你是暗示还是暗佛？暗佛啊！我暗佛啊！哎，我要去睡了，拜拜。好，啊，拜拜。对啊，他不知道打战队，他不厉害哦。哎，卡丁太神猛啊！你不是每次投降都是暗示吗？你拜拜。不是啊，不是他发的就会暗佛啊，他要自己来啊，不能让人家来。对，我不投降。哎，这样等一下没人打了，啊，那休息吧。还是哎，好，我跟帅气一下。我一下面要打不打，欸？不打。他跑去睡觉了吧？杰西卡为什么打战队的时候可能都不在啊？我也不知道啊，欸。陪妹子。不要乱扯，不要乱扯。陪小弟，陪我，陪。刚刚一个500块。我都是在 NG 练 support。我要 carry 啊！我要 carry 啊！我要 carry。卡萨丁一飞你就死掉，你要 carry 个屁啊！可以啊，卡丁。난추격전이좋다他们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那个符号，哈哈哈。笑啊，就笑啊。笑啊！你之前不是有复制过吗？爽啊！智障 AD， 看他戳我。啊，智障！你是智 AD， 你是智障吗？问号，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可不可以检举？检举可以啊，你爽按就按啊。AD， 你是不是很胖？哈哈哈哈。那等我 carry 的还是嘴炮？我等我飞了，我屌一 v 五。你练拳要怎么装？你今天怎么没有翻译啊？翻译一下。啊，今天没有特异功能啊。那杰西卡翻译。这雷兹连兵都打不死，有个烂的。刚好有人用到陨落王者，哎，欸，这个西魔剑有点 OP 耶，欸。哇，西魔剑就活着，欸。刚才西魔剑 CP 值很高，欸，哎。这卡丁也太痛了吧！他有明火，欸，哪有什么？他叠速已经被我打落两次了，他现在叠速升。你就要输了，别上面机器玩玩。我 carry 啊，你家都爆炸啊，你 AD 那样走位，你跟我说 carry， 家里都 BBQ 了。队友又在下面干什么？哎，其实我觉得你出嗜血走应该会赢。出 IE 吧，哦，他已经 IE 了，再睡哦，再一把红双应该就 carry 了。IE 红双，我要救雷兹，我要救雷兹。
적을 도저히 막을 수 없습니다. 난 추격전이 좋다. 아, 미가 더. 에, 아니, 이제 몽도가 쏘요. 헤헤, 몽도 신님 봐. 몽도 배 强, 몽도 배 强 AD. 变秘密。那王多最后一个霸气，他怎么不讲话？我烧 carry。对啊。怎么沉默啊？要检举吗？